是这样。今天哦，安提说带你们去 Jasmine Cake， 要带自己的荣庆打包，因为我们要环保、okay. 环保 ，OK？ 哈，谢谢 Jasmine Cake， 让我们可以带我们自己的荣庆，哈，文芳阿姨带我们，带领我们用这个菠萝机给包给它包美美。哦哟，我们现在有下午茶，吃饱下午茶，还有帅哥听唱歌，来听听。音乐会的灯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们把你推向了我，把自由唱给草原的辽阔。我们就手拉到手，一起交流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这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那路上的天。有没有很好听着？很好听就给一个赞呐、啊、，OK， 拜拜。